高了。是你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那你不说，你不说这句话，我手在这儿撑着呢，我怎么可能看到？啊，你好，我是这里现场组的老师，您马上就要跟那个我们这边的选手罗一舟通话了，然后你不就是吗？哎，这么快就被识破了。我们有这个任务设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今天比方说是9点钟开始，明天就要8点，对，后天就要7点，就挑战极限，你听到吗？你不要搞我心态。哎呀，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听过，钓的完了，成果非常的这么快，就是鱼太多了，他们要自己捞，有非常丰盛的，一筐一筐的送。冲锋舟一样，出海也得有半小时啊，回来也有半小时，这才刚就车起来嘛，就那个船的速度像冲锋舟一样。那个师傅还教我们坐多少海里，教我们开船啊，我们还试了一下。他不是怕水吗？都能这么冲啊？因为那个船很大，那个船是一艘大船，你们没有钓就是捞了是吧？他那个网咵咵就是几百斤，下去就上来就是500公斤，那是叫啥呀？这是只是就是我们在海底捞嘛。哎，这你们这是干嘛的？你们骑摩托车？骑摩托车就是上岸之后的工作了。对对对，燃重燃油的吗？燃油的吗？哎呦，弟弟锅片的。锅片的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我的小蜜蜂。我的小蜜蜂。这个钥匙嘛，肯定就是各种钥匙。上一次买衣服，买的肯定是衣服嘛。衣柜里面最多的单品那就是衣服呀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。好家伙，你很敷衍。Young Rich， OK， 杨富贵。我送你一个法宝，这个喜不喜欢？你刚才太被别人打了。挺吓人的这个东西，我教你啊，弄不好我不学，这个容易出危险。所以说努力下去见到侏罗纪不是梦，你知道？这就是他们的作品吗？有吗？真的让你找到了？找到了。他是在一周上。爆炸了！困难过呀。孙浩唱歌《长安》能跳舞，好绝啊！你把门牙可以全部都露出来。所以对啊，你看整个，如果是这样的，说实话，没有人应该会这样，没有人会这样去弄你的衣服吗？去干？我明天去机场的时候，小黄，你给我选这件衣服。明天去机场的时候，我就带一个回来。肉质的问题，应该买的是那种会飞的笨鸡。我自己是一个性格比较无聊、无趣或者单调的人。单调的人。